全屋净水真的有必要装吗？这些细节你一定要知道。一、前置过滤器，进水管接入护管，最低预留30公分，离墙15公分，方便后期检修。水管要选 PPR 材质的，抗菌耐高温，选定位置截断，安装前置过滤器，对自来水进行初步过滤。二、中央软水机，去除水中的钙镁离子，减少水垢滋生，不仅沐浴更丝滑，还能延长五金电器的使用寿命。三、厨下净水器，记得水槽下预留5孔插座。净水器最好选既能出矿泉水又能出纯净水的净矿净水器。矿泉水用来煮饭煲汤，味道更浓郁，纯净水日常直饮口感好，同时要有 1000G 大容量，用水不等待。例如最近比较火的美的星河 2.0 净矿净水器，净矿2种水，在家就能实现矿泉水自由，老婆都夸好。四、管线机，提前预埋进水管，管线机搭配净水器使用，喝水更方便，